我们很高兴哈，卢局长来到这里。昨天我有先跟他预告哈，要请他来为我们致辞。今天的我们的校长，还有我们的蔡会长哈，还有我们陈松安前会长哈，还有我们的曾理，我在曾理长哦，阿巴拉哦，我们李长哈，阿勇啊哈，李长哈，阿奎呢李长啊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。阿伯朱校长哦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李长早。阿公哦，凤凰花开了哦，李哥初中的六月天呐哈，都是传承了哈，一届一届的这下期都要毕业的哈，各位同学哦，你们很快哦，就要升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哦，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了哈。是未来的社会上的一份子哈、你们在高中、初中、大学毕业以后哈、能够替社会服务哈、祝大家哈、能够在这九年之间哈、能够更上一层楼了哈、学业进步哈、未来为我们的国家哈、做一份力。祝大家贵宾吼，大家身体健康啦吼。那位吴校长吼，伊把这个和平国小做得非常好吼，伊把这拢开放，我们这各地的大家这百姓吼，这里面吼，拢会来这要运动啊嘞。吼，我们再次也要感谢吴校长吼，各位老师啦吼，祝今天吼大会吼，毕业典礼吼很圆满很成功。祝大家吼，这贵宾吼，这学生吼，同学吼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李长。感恩谢谢，李长给我们的勉励。